个考核曲目是《我的舞台》。加油！加油！鹏鹏！哇，好拽哦！大家好，我叫吴昕，然后我是这个队的 F-man， 然后我是一名主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任应鹏，我是一名大提琴手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那我代表校方问一下任应鹏几个问题，就恋爱方面的一些关心。姐，不必代表校方们。不是校方这写的嘛，对吧？这是姐自己想问的问题吗？不要坑我，我们俩要 battle 是吗？就是娜娜想知道，对。对，就是娜娜想知道的。别起哄，别起哄。问你说是不是校草？是啊。嗯，不敢当，怎么说？然后就是，我怎么这么害羞啊？那追你的女生多吗？请鹏鹏正面回答。我应该不算多，就因为我比较低调。对。哎，学校有没有人追你啊？学校还好了，没什么人认识我。其实补充一下，我见过最拽的。看到他那个学不来啊，我学不来，我真的没有他那么拽。